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我是茵茵。今天邀请到万通国际投顾魏明玉分析师，老师好。茵茵好，各位同学大家好。老师，德州仪器他们上周的财报表现是优于市场预期的，对，那这也推升费半创下新高，那投资朋友该怎么看呢？我想在最近这个波段的一个全球股市的一个实际上状况，由于受到这个包括好像中国的一个经济降温，那甚至包括像这个中美贸易大战这个干扰，这样的话也造就全球的一个经济面形成比较承受这个压力。对，那毕竟我想就是说最新公布的这个美股这个德州仪器它的一个财报，不管是说它的一个营收或者是说它的一个获利的一个状况，全面性都是超乎市场的一个预期。是，那毕竟我想以德州仪器这家公司等于说是全球这个半导体产业一个需求的一个方向球，那毕竟它的一个在最新公布的这个它的一个财报的一个部分，它是相对来讲表现都是优于预期，那相对就是说这个波段这个半导体景气的一个需求面的一个拉升，我想这个都具有一定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意味。那毕竟我想以在昨天就是说以德州仪器它受到这个财报优于预期的这个带动，等于说在昨天它的股价也大涨这个 7.4% 之多，那毕竟也联动整个一个像美股，不管是说像费城半导体，甚至包括像这个 Nasdaq 指数，又引动到包括像 S&P500 在昨天的这个股价全面性都是改写下它那个历史新高。那毕竟我想以就是说这个既然就是说德州仪器引动这个就是说半导体的一个景气这个晶片的一个景气的一个带动，等于说相对台股相关的一些晶片个股当然的话都会受到一个直接的一个受惠。是，那毕竟我想就以目前这个台股大盘的一个实际上格局，等于说目前像昨天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昨天这个费腾半导体它已经来到这个1625.11，在昨天又是创下它的一个历史新高。那毕竟引动在我们台股的部分，毕竟台股我想在近期在前天它最高攻高到这个10994，差六点就要来到这个万一，那毕竟等于是说这个11000点都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压力区，就前波那个跳空缺口的压力区。那相对于就是说在目前这个台股濒临到这个逼近到这个11000的这个关卡，等于说短线上这个量能尤其说这个波段毕竟从这个10227已经一路反弹上来，已经累积了一个相当程度的一段的一个涨，那毕竟等于说近期这个台股它会形成一个在11000点这个关卡之前的一个关前震荡，那毕竟这个多头都依然还在做个延续，因为毕竟台股都会受到这个美股联动，对，没错。那既然美股还在创历史新高档的话，这个阶段点台股的一个后续依然都还是相具有这个机会，那就是说这个阶段点既然就是说受惠于一个相关这些晶片个股的一个带动，那我想我们就是说台股的一个部分哪一些个股值得各位来做这样密切留意。是，那我们就不妨看一下这个半导体的龙头，就是2330这个台积电。我想台积电就是说它今年不管是说在6月24号它除息配了8块钱，我想很快时间就做这样填息，六个交易日，对对对。那后续我想就是说在9月份它会做第二度的除息，再配2块钱，那相对我想以它台积电的近期这个股价一样受到这个美股这个它的 ADR 持续性做一个攻高，那当然的话股价也都形成不断的一个创高，那当然的话这龙头个股的一个带动一样相关个股也蛮值得各位来做这样留意。那另外包括像这个包括像这个PA 的这3105的稳茂，我想在近期的个股价形态持续性攀高，那等于说我想它的买点需要在这个波段买点在233，相对来讲就是说近期都已经涨上来，那涨上来各位就要密切留意它后续拉回的一个买点。是，那另外包括像这个3443一样是这个台积电的一个子公司IC 设计的这个AI 的一些概念个股，就是3443这个像创意的部分近期我想在这个礼拜它也产生这个它的一个波段买点在这个226.5，我想现阶段再做一个持续性冲高，那冲高当然的话一样拉回，请各位密切留意买点。是的，那另外包括像这个6488这个环球晶，我想在这个波段它在前几就是上个礼拜也做到这样除息，是，那一除息除了25块钱，等于说这个阶段点也去慢慢走向一个填息的一个道路，那各位你不妨看一下就是说它这个买点讯号也即将就做到这样产生，我想这一档像6488这个环球晶都非常有大的一个机会可以来做到像顺利的一个填息。那另外
包括像这个什么半导体设备的，像2464的这个，好像猛力的部分，除完洗之后，今天刚好也产生这个波段的买点哈。那另外包括像这个6245的这个利端，我想一样是哦这个设备厂这种利端哈，在今天一样产生它的一个波段买点哈。那另外包括像半导体，就是说哈以台积电相关供应链的这个哈封测厂，就是3374这个精彩，我想在近期的表现非常非常精彩哈。那毕竟就是说它波段买点很早都浮现，那等于说它的短线短多买点是在哦这个礼拜一才做上产生。那当然的话，各位就是说我们刚刚给各位分享都是一些属于日线的一个部分哈，那你要去找一些买点的一个切入哈，你可以哦转换到一个叫做哦小时线来做个切入哈，这个短多的买点啊，自己就是说哦相关这些个股它的一个短多买点讯号，我想魏老师我们都会在每一天这个 line at 哈给各位做到这样直接分享，那也请各位哦你都可以直接加入哈来掌握哦这些个股的一些相关的一个买卖点。是，谢谢魏老师的分析。更多盘中即时消息以及选股策略，欢迎加入魏老师的 LINE。 那财经记者室，我们下次见喽，拜拜。